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您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愿你健壮平安。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，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。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Shalom aleichem. Aleichem shalom.
Thank you.